来，工业视觉 AI 技术已经被广泛应用于各种场景，为工业生产提供了更高效、更安全的解决方案。目前，工业视觉 AI 技术已经应用在5个场景的应用。一、品质检测，可以用于检测产品的品质，例如检测产品的尺寸、形状、颜色等。AI 技术更精确检测出产品的品质问题。二、安全监控，用 AI 技术可以更快速、更精确地监控工厂的安全情况，例如检测危险物品的出现、检测危险行为的发生等。三、自动搬运，工业视觉 AI 技术可以自动完成搬运，例如检测物件的位置、检测物件的大小等。四、自动检测，工业视觉 AI 技术可以用于自动检测，例如检测物件的缺陷、检测物件的破损等。五、自动控制，通过使用 AI 技术，可以更快速、更精确地完成自动控制，提高生产效率。例如，检测物件的位置、速度、加速度，检测物件的缺陷，更精确地控制物件生产过程。